你给八局订的蛋糕。嗯，这蜡烛都不够插。生日快乐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哎、别打开。看看看看什么呀？我捡蜡烛。哎 ，Daddy， 你要在美国买房了？本来想吃完饭了再跟你们说的。现在说吧。哎呀，我在美国长期合作的伙伴呢，希望我能留在那边。我也想着我老这样跑来跑去不是个长久之计，所以就抽点时间去湾区看了一所房子。你已经决定了是吗？算是吧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既然决定了你在美国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还这么激动，我在美国能告诉你吗？你知道我反应这么激烈，你还这么做是吧？董锦辉，这是你要的生活，你做着决定的时候想过我的需求吗？妹子，先回你房间待会儿。嗯。嗯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，至少在美国，我能天天看见你们。我活着不是为了天天看见你，董锦辉，你为什么这么自大呀？你到底要背着多少人决定别人的命运？我不是自大，我是自卑。我快五十岁的人了，我想天天看见你们，我有错吗？没错，你想天天看见我没错，你可以回来呀，你可以回到这个家呀。你知不知道你不在这家的时候，我自己在这房子有多大，有多空，空得让我发疯，你知道吗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对，你做这决定可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但你想过我吗？你再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我怎么是把你往火坑里推？难道只有那个舞蹈教室能救你，是吗？不是，只有你能救我。只有你能理解我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现在想要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想让你说，老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支持你，我会站在你身边。我想让你为我改变一点，哪怕一段时间，哪怕就一点就行。是，我今天是任性了。但是我今天要不任性，我真的会崩溃。我要是继续这样下去，先崩溃的是我。为了让你不崩溃，你在你生日时候送我一副手铐。你送给我什么了？是跟别的男人跳一段舞？